大家好。加拿大已经入秋啦，自从养狗之后，我们家里啊已经被损坏了很多地方。我们决定最近要把家里收拾一下，上次把家里清空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今天来地板了，搞事情。欧克爸正在给他们设计迷宫，已经初步成型了。狗子的不用设计的太复杂，我再选两个狗模型，给他们换个颜色好了。这个是欧卡的，这个加购，好吧？好好玩。应该那天欧卡就是从这样进去，走，这样就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做呗。好的。大功告成，欧卡爸已经把地板都搬进家里了，然后给欧卡跟查克拼了一个 maze， 试试看他们的智商怎么样。这里有一个入口，然后这是出口，我们还做了两个死胡同，在这里跟这里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挑战成功呢？我们开始吧。这个游戏有个 bug， 我们把这里封了。补丁包下载成功 ，bug 已修复。嗯，一切来得太快，怎么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？当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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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不敢吃。走这里，这个这个啊，我来，在妈妈这里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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